san siddh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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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ddhi hom。好，我们再跟大家谈大手印的特性。我们有讲过大手印的特性有三，就是平等性、无功用性，另外还有自然性。我们再讲这个无功用性，这个是很深的，这个让你意会啊很难去想得到什么是无功用呢。难道大手印呢、啊？修正了以后啊，成就了以后，什么功用都没有了？那修这个干什么？我们修大手印做什么？这个是很难去思议，不可思议，很难去想，很深。今天你请我讲大手印的特性，我可以这样子上来做。跟达摩祖师一样，好，开始讲大手印了，好，完毕，下来，就是不能言说的，不可以讲的，没有文字可以记载的，无功用性，就是他，我告诉你了，四个字。如如不动，就是无功用性。它的特点呢、啊，在于它修成了以后，根本不用言说。如如不动的那一种境界里面呢，像这样坐着，就是无功用性了。你说雷藏寺里面的佛菩萨哪一尊有功用？每一尊都是坐着，无功用性。这个就是大手印的特色。你知道啊，那个真正的无功用是什么吗？可以讲是无为，无为就是无功用，无为不做什么，如如不动，无为就是无功用性。那个真正啊，那个剑术的高手啊，像光本武藏，他在那个好像是跟人家对敌之前，他是无功用性的，他是坐着，然后安静下来，很静很静的，变成没有，好像没什么作为啊。他鼻子嗅一下，嗯，有杀气。杀气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无功用性里面的东西。你真正啊，好像是要跟人家打架以前呢、啊，我你就先哇动啊，这个一直这个好像就叫三节棍啊，这样子弄了半天，人家丢一个石头你就倒了。你要很静下来，很安静的下来。让对方先动，你是在做最极静的功夫啊。杀气从哪里过来？你要知道的，这里面有杀气，你可以感觉出来，这是无功用性。真正的圣贤呢、啊，是以静制动，他很安静的，很安静的，这是无功用性。真正最极静的状态下才能够产生智慧啊。所以你心很狂乱啊，就六神无主。我们讲你心里很乱啊，我现在心里很乱，六神无主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这是乱。真正你极静的时候，一静下来，智慧产生，你对于任何事情你都能够处理，这个是无功用性最高的境界。真正的武士道啊，不是说这样好像站着他们不敢动的，
因为一动对方就知道要做什么了，所以不动反而周身啊充满了剑气，那个剑气是弥漫的，我不动如如不动，一只苍蝇飞过来，吓，这苍蝇就死了，苍蝇就死，为什么呢？他可以听到苍蝇在飞行的声音。你心不极静啊，怎么如何听到苍蝇在飞的声音？所以真正的行者啊，真正的高明的行者是静的，啊，不是这样子乱毛毛躁躁乱跳乱跳的那一种，绝对不是这样子的。而真正的剑术的高手也是不动的，他可以发出，他从发出的这个剑气里面就知道对方的能力到多少，反而非常的悠闲，非常的静止。这一种状态就是无功用心。哦，不要以为无功用性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作用都没有，不是，它是在静极之中的静极，智慧从静定当中产生，所以佛法三无漏邪嘛，啊，戒定慧嘛，先戒你的身体的动，那么由禅定里面呢，啊，产生无上的智慧。这个邪佛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邪佛到了最高的境界，像虚空一样包容万物，它本来就是虚空，如如不动的虚空，但万物就在这个虚空之中啊变化，它掌握所有的万物的一切的动，它一静极之中啊掌握一切万物的动。所以我们呢，啊，这个邪佛的行者必须要知道啊，你不能这样子很虚妄的啊，对于这些外面的一切你不要去啊追逐，不去追逐就是无功用心，是一种无为。但是你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你为的话就是智慧，只要一作用就是有智慧的，看起来好像没有智慧，完全是没有智慧的，但是只要一动就是智慧的。所以那个好像是说那个武术的高手啊，剑不拔而已啊，剑一拔就是一定要中的，没有说拔剑而不中的道理啊。啊，这个武士刀啊放着，一拔一抽出来就是中的。所以在安静里面呢，啊，可以显现它本身的为智慧。你假如是经常在动之中啊，你没有办法得到智慧的。所以虚空最静，虚空最有智慧，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。另外还有一个自然性，就是任因啊，太极拳最适合这个啊，这样子随着转啊，随转是什么意思？任因，太极就是任因，自然本来你是虚空而住的，显现什么你应用什么啊，这个力啊从这边来，你这样子给它收起来再回去，就是太极，四两拨千斤就是太极，以柔克刚就是太极，这个是一种自然性。我们学习佛法啊，这个在所有的万物之中啊，你自然随顺，一切非常的舒适，就等于是在极乐世界一样。所以必须要用应用你自己的智慧去自然去随顺。 Om Mani Padme Hum。